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老挝的万象火车站售票大厅。那么当地时间11号啊，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车票就正式开售了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8号售票口呢，就是专门出售国际列车车票的。我们在现场看到，从11号上午开始，就陆续的有当地的民众啊，到这里来购买13号首班从万象发往昆明南的国际列车车票。因为首趟嘛，所以就赶个新鲜嘛，方便了我们这些长期在国外的那个旅居的那个华人华侨，就是造福于我们。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澜沧号啊，它就是慢慢的要入库了。在13号发车之前呢，这边的这个员工啊要对这列火车进行检修和准备。我们加强了地面的服务力量，车辆的准备啊，备品备件的储备啊，然后地面的技术支持啊，包括我们会安排这个高技能人员随车添证。我现在是在万象站的站台，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，当地的员工啊正在搭建一个舞台，在13号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通车的当天呢，在这里会举行一个通车的仪式。而且啊，老挝方的这个官员呢还会登上这个首列万象开往昆明南的列车，到这个老挝段的最后一站莫丁站，也是和这个中国交界的这个站点啊，去迎接首批来自中国的国际旅客。แล้วก็ในโอกาส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วันที่13เนาะเกียมไซวันบุญปีใหม่ของเขาบุญปีใหม่ลาวมันเริ่มจากวันที่14เนาะฉะนั้นอันนั้นก็เป็นโอกาสนึงที่สำคัญที่จะใช้โอกาสนั้นฮะเนาะเพื่อต้อนรับเนาะ